好啦，到咗我哋今晚压轴嘅一曲，送上俾大家系《情劫未央宫》。嗱，系讲萧何设计引韩信去未央宫，然后由吕后将佢处死嘅故事。嗱，呢首曲目咧系由著名嘅三侯唱家蒋彦雄老师原唱嘅。嗱，佢嗰只 CD 碟咧啊，我都有啊。佢分別是以片後之後一次由佢自己唱曬灌落呢只 CD 碟嘅。不過今晚咧，我哋好榮幸請到阿蒋彦雄老師為我哋演唱呢一曲啦。不過佢係唱子後，佢先女後，而同佢合唱嘅咧係孔善如女士，佢飾演唱片後。好，請大家細心欣賞一曲《情劫未央宮》。
来呀了啊！啊！无边春色满眉呀，央公啊，花自有心，哎呀，甜梦啊，前缘未断啊，再相逢。重龙今日披风啊，请握殷勤把酒啊，一诉情衷啊，心锁重门飞也恨中啊，让我巫山偷渡，情比旧时浓，不听得琴韵悠扬，随风吹呀送啊，真真是妙啊，歌词未央公使我情怀动，共相见在宫中，苏王你来了，臣来了，你来就好了啊，起呀！
未央宫，粉梨之香送，粉梨之香送，谢你情万种。重逢今夜明像，未人可以共偕旧梦。同知否苦像情痴，我地长思彩凤，苦相缘彩凤从来相见。短熟英雄，我已难填玉肌中，何以别把情根种啊？今次知彩凤配金龙，我用字当年。试问你如今换你用啊？我叹牡丹花，我今思松啊。就命孤爱中
一语一言，似机似夜风。我不是淮阴韩信，今日明夜该中啊，想当日斩杀龙追，何等英勇。若怕美人笑计，怎算英雄？哗啦啦，打破宫门，便把铜环踢动啊！信后世话我因爱受风压扬，啊！一旦诛灭淮阴，我未尝不心。是皇恩重，臣虽有罪，尚乞你海量宽容。枉你一世英雄，你亦遭人愚弄。我问你姓子何在？但我宽太都无从啊。这个把你个萧何，你今次害咗个韩信啊！你不该面唔闯进呢一座未啊央宫啊，会不听脂肪之言，只有今日梦啊我中啊。我欲逃无计，只看天壁嘅重重。我想我思啊，心头涌啊。
见天就宝石，见地就宝砖，兼银铜之石，狮箍跑马牛，不能相下呀！你又怎能杀得冤屋啊？你抬头一看，大谋已干，未央公撩高市层，保能见天。未央公夫皮太地，保能见地吗？你再来一棍！哎呀，双目剑利如风，不是天也不是铜。未央公来劫，今日韩信命该终，命该终。哎呀！唉，我误中奸谋，悔不该英雄枉用。我问一句娘娘你，究竟是谁设计，都骗我入深宫啊？你识人问我斩樵夫，至今冤心孽重。佢头生叫做陈昌来，只有今日情忘恨英雄。哎呀，粗啊粗啊，妙声啊呀！中诸神
还自己翻船啊！啊，走吧，楚王，命顺你。请两位刘宝得了，我们今晚我们今次由香港粤乐曲艺总会主办的曲艺传承第一次的演出，上中午和晚上的演出好圆满地结束了。现在我有请我们今天所有演唱的嘉宾再到台前，向在座各位观众各位朋友致谢。有请我们今天演唱的嘉宾，我们也都有请我们曲艺界的前辈一齊上嚟同我哋謝幕，阿紅姐同埋興姐、麗姐，各位請你上嚟一齊同我哋謝幕，亦都有請我哋所有嘅我哋嘅工作人員、我哋嘅委員、我哋曲藝界嘅前輩一齊上嚟台前同我哋一齊謝幕。有請各位。我们今次由粤乐曲艺总会主办的第一次活动，好多谢大家的来临，也都好多谢大家以你的捧场。我们日后还有很多活动，希望大家一样支持我们的总会。好了，我们等下红姐上来。咦，为什么兴姐、丽姐不上来？各位，恒姐，好，多謝各位，好多謝各位，各位都好客氣啊！我哋好多曲藝嘅前輩啦，阿德恆姐啊、萬紅姐啊，同埋啊張琴書姐姐，好多個都嚟咗，有啲漏咗眼啊，梅芬姐，多謝曬你哋捧場，多謝曬。